噔噔，到了。哼，我要来点强度了啊！安老师，安老师，你是什么？你好。我看这两个人在这里等会儿啊，等会儿啊，你好，你好，等会儿不太对劲啊，不太对劲，你好，不太对劲，大飞老师，人多，小心混刀啊！别说话，走了。那苍老师不太对劲啊，不太对劲，受不了了，把灿灿刀了，灿灿哪儿？听我说，很关键，兄弟们。当时我在广场，然后右上角一个出了一个红色的一个东西，然后在我旁边的猪猪公主没反应，不管，先给她枪毙了，好吧，兄弟们，先把猪猪公主全票打飞。然后，然后我回到广场，然后地上有两具尸体一起出的，应该是警长开错枪了。然后，一好一坏，哦，两个好人没了。好吧，这里先把猪猪公主全票打飞，听我的，兄弟们，先把猪猪公主全票打飞，不要听她狡辩，好吧，她自己铁坏，我过了。我是站在广场的上面，但是我看到的是，就是风风口他是踩在一具尸体脚下，然后秒进警报了，就是他从尸体滑过去，然后那个，好吧，我想看你们后面还有什么信息，就我的视角里面是这个样子的，好吧，过了。我这一把铁宝 C 哥，因为他说啊，我说然后我说找人，我懂他意思，他也懂我意思，我铁宝他。然后刚刚在我旁边还有一个菠萝，好像没啥反应，我清查一手，其他信息没有了，过。O 的 K 了，呼呼发言，裸点三坏了，猪猪菠萝小白哥了，好不好？菠萝，你给我讲个时间，好吧？你们两个我都心里有数了。我已经把时间记录在案了，所以我会有一个聊天的框，好吧？小白哥聊都不聊，你不聊猪猪，你聊风风口，你也不是啥好人，对吧？咋了？猪猪是你队友了？你能知道了？你能保他了？他都踩猪猪了，你也不聊，好吧？这三个全坏，先从报警人那开始出吧，先出猪猪就行了，过。我干啥呀？没听到我什么意思啊？不让我说话，你看到你先说。哎，你不要了，这把游戏已经结束了，在我这里啊，三郎是七仔仔，猪猪小白哥，还有一猎鹰，那就是王菠萝。对，是不对？掌声。因为啥呢？因为猪猪首先啊，他肯定是狼，然后 C 哥这把100%好人，王拉奇是好人，轰轰在我这也是好人，而七仔仔是一个什么呢？七仔仔是一个。在尸体上面他没报警，风风口从下边往上面走他才去报的警，知道吗？所以七仔在我这儿必是坏的。小白哥在这个位置发言啥也不说，他能是什么好人？所以三郎一猎鹰先出猪猪，再出那七仔的王不楼，小白哥随便出，游戏结束过。想成精了，我的那个我一看那小薇的钻石粉丝，我现在没有看到判断现场，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尸体倒下，但是我看到人一往炸堆，我就知道我该死了，我就赶紧找了个屋子，就上面那个礼堂上面右上角，我躲到屋子里去了。谢谢蓝莲汉的逼个宝贝。上了，我这没人听到，抓我像泼脏水是吧？我看，虽然你点了几个人，我也觉得不是好东西，但我看你也不像什么好东西，是不是狼护财？对，聊什么呀，猴哥？猴哥指挥的警长去把灿灿刀了，然后指挥的双导，对不对？那猴哥在下面叫灿灿是狼，灿灿是狼，来人把灿灿刀了，然后紧接着灿灿跟步步双导啊，步步上去就给灿灿刀了，然后风风狗他上去报的警啊，我当时就是踩在尸体上，但是风风狗他领先我一步，他在我的上面，我在他的下面，猴哥，好吧？你猴哥踩我没有理由的，好吧？然后这把全票先打飞猪猪啊，过。朋友们。我铁血肉汁震得不能再震，佛光普照普度众生。此时此刻我跟大家说，当时在广场上面网红鹅死了，网红鹅死了以后，这个波神和 Shaki
还有餐餐好像都没有报信息，只有我和拉奇还有猴哥我们声音最大。七仔仔，你这一波说布布和餐餐是警长说的不可能的事情，因为布布他是网红鹅，懂是不懂？全票选把 Saki 出了，出完 Saki 出波神，出完波神出七仔仔，游戏结束。哇，全都出我，我是猎鹰，你们把我出去狼人刀一刀，狼人就直接赢了。没有七仔仔要出我，不是王波鹅跟小白哥提都不提我，你们投我，那你们自己出去看吧，对吧？不信我是猎鹰，过。不信。你先投票。下一个。防什么狂？傻逼！跟你们好的有什么关系？啊，就是。哎呀，跟你们好人有什么关系？我还有刀呢，就是给你们归个狼出来，就是。极少，我们论概率学，猪猪不可能两把是狼，他是猎鹰。胡哥声音很大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觉得你有刀我有刀？你有我，你有我，我有我，你有你有我硬？怎么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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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来，哥说话声音大了，全部出列。第三排第一个，第一排第三个，第四个出列。怎么跟我说话的？你有刀，我有刀。来，先把那个声音最大的第三排第一个先给他出了，好吧？完了，第一排第三个装傻子的那个，等会儿也出了。第一排第四个，上一把结束的时候说话声音大的，等会儿你也得刀挨刀子，先出一个，等会儿我继续刀一个，结束啊！兄弟们，听我指挥。你们想出谁出谁过 ？OK， 没问题。红红哥哥，你好帅呀！过。是给我写的懒人机，你小丑。什么事儿变这么小？等一下，菠萝把十八 Z 到了，然后谁刀的？菠萝把铜珠刀了，然后警长双刀，小白哥是谁把十八 Z 刀了？他们中间有个链子，但不知道是谁。你们给我点信息吧，我可以猜一个。就他们中间几个人之中，肯定有对链子的，因为链子没死。我看到不把餐餐刀了，他俩警长双刀。小白哥，给点消息吧，我想猜他们一下，赌一手呗。他们中间肯定有链子的，过。朋友们，这一把全票把千面修罗王菠萝。冲出去，过，过过过过过，跟票。我跟你这样说，分分口肯定不是，你知道吗？分分口他肯定应该不在链子里面。如果他在链子里面，他应该连着。轰轰他妈的说他有刀，他哎喂，我卡住吗？轰轰轰！哎呦！哇！变相选这么快？你在说谁？轰轰出谁？链子。哥也不好、哦、明显啊，他说轰轰哥哥你好帅，突然想起来，对啊，对啊，猴哥猴哥啊，太明显吗？我是发自内心的，我不是说因为跟他谈恋爱了，我说躲在外面等有腿我再进去吧，菠萝上来绕了一圈还是把我找到了，先出我的，我以为你是你，嗨嗨嗨嗨嗨 ，yes， 嗨，嗨嗨，说猴哥啊，崔姐啊，崔姐，能相信吗？你是好人吗，猴哥？能相信，崔姐，崔姐没问题，能相信，能相信。那我现在在。好嘞。姐，我你在这地方肯定是个铁坏坏，我跟你说，我给你刀。啊，我要去地上北。那我给你刀了。啊！好可怕！你们有幽灵啊？哎，看一下，没有人。飞姐，啥意思？我就给你。看一眼。我就站着。坏了，轰轰没了，消失了，轰轰，轰轰没了。啊！波少，我就把这跟拉起波少，这个拉起波少。轰轰没了。我怎么接着王菠萝？轰轰没了。我拿混刀，哎，怂了，没了，哎，三三，你刀，我刀的，我刀的，我受不了了，
我就知道轰轰没了，所以咔我上去就一刀。我为什么嘎了个铜珠？我为什么嘎铜珠？因为呀、啊，轰轰他消失了，就是我在广场里边我并没有见到他这个人。所以为什么呢？所以就是因为轰轰被嘎了以后被秃鹫给吃了，我们都没有发现他搁哪，他一定是不死在广场之中的啊。所以最底下上来一个人啊，铜珠，我就把他给嘎了，没问题吧兄弟们？这个理由可以吧？可以理解，可以吧博少？可以。那这一轮我们出谁，这是一个问题。这个步步跟小白哥他俩在银行里边，他俩没啥太大问题。然后拉奇和猪猪还是餐餐来着，他俩一起走的。然后那剩下的如果这个怂狼之中，那么出谁呢？点兵点将，点到谁我就选谁。谁？步步？不对，餐餐。餐老师好好发言吧，过。嗯，这个步步刚刚喊的以为是我刀的，这是同桌，不是我刀的。我全程是在广场，然后我看一下我任务都在老酒馆啊仓库那边。我本来是想做个任务，因为我是个没用的废物，没什么用这个职业。然后我也验了一个，就是他是可以验的啊、哦、我这个任务，我这个身份我已经爆出来了。反正就是这一把我觉得，因为步步跟小白哥还有七仔仔嘛，然后还有拉奇是都在银行跟广场这附近走来走去的，我其实没有太多过多的讯息，其他没有了。过在我看来，我觉得铜珠这刀应该是餐餐动的。一个是因为铜珠的鸡腿爆开应该有1到2秒，餐餐他都没有爆到紧，而且餐餐跟铜珠跌在一块儿，那你要么盘隐形，然后要么动刀的只能有餐餐。我出的呀、所以我还是觉得这刀应该是餐餐出的。我刀的呀，我小白哥在我这是个好人，因为我在那个银行里站着的时候，我这把是个废物，我就跟他站吃的是鸡蛋饼。然后小白哥说你站在这里不是个好人，冲着我拍空格，然后我俩都没事，然后他就走了。所以小白哥这个举动在我这看像个好人，应该餐餐是个狼没错过。OK， 那我发言，我总感觉步步发言不是很好。然后呢，我本来是没有线索的，但是孙悟空的发言给了我一些线索。他说这个怂狼，我你讲怂狼我就联想到一个人 NPC， 这个餐餐可能确实有问题。那我觉得 NPC 问题可能也很大，这把他又没有声音然后又没有动作的，一直混在人群里面，感觉在找机会。好吧，要不在他找到机会之前把他踢了，只混出货没混出 C 锅。我觉得行，我先把我的血统。现在发现现在是自己在那个街道那边复活的，中途遇到谁？遇到孙悟空跟那个分分狗，然后猴哥跟小白哥两个人堆身份去了，然后后面才来的。我是第一个到，啊不是，我是第三个到广场的。当时看到了谁？当时看到了王菠萝跟王拉奇在哪？好吧，我说猴哥跟分分狗两个堆身份去了，人性综合呢。猴哥开了这一道，就盘可信不可信。然后轰轰是怎么死的？我不太了解，我信息不是很多，过。哇、wow ！博神踩我这一脚，我不是很认啊，博神，你没有任何的道理，也没有任何的依据。人群当中你没有做坏事，我也没有做坏事。猴哥动的刀，你却要谈我的身份啊？为什么不听动刀人的话？我觉得博神也有问题，我觉得博神可以出过。好，焦点位。忘记呀、啊，我在人群之中啊，人群之中好多人啊，附近有分分口，有菠萝，过。我也目击啊，我啥都不知道啊，我在广场转圈圈准备找王菠萝对下身份的，然后就拉铃了，然后啥也不知道啊，什么情况都不知道。好吧，过了。这边的话我听发言的话，猴哥是刀了铜珠自己爆的，而不是说餐餐开了刀，然后猴哥是点兵点将点到餐餐说要出餐餐，对吧？所以说这个可信度怎么说呢，只有 5% 的运气成分在里面。但是风风给我的感觉就是到处找人贴，有可能是鸽子、哦、他先是跟着猪猪，然后他说要去找千面修罗王菠萝报身份拍身份。为什么你这么敢，对不对？他不害怕的，就这么多。还有这边的话，刚开始的时候是
峰峰和猪猪波少，我本来说我要和波少一起对，因为我和波少应该是狼或者是猎鹰，但是波少不愿意，然后被狼或者是猎鹰给杀，你也没聊那个人为什么，然后被秃鹫给吃。波少在我这边也不特别好，七仔现在应该是走一会，反正人家想想，对应峰峰哥的那刀不在场下，对不对？猴哥这刀可以先放一放，那你们就聊一下轰轰哥没有在，没有在那个喷泉的附近的有谁吧，对不对？再回忆一下，出那个人就对了，过了。哦、啊，听我说啊，我把我的身份告诉猴哥了，然后我在银行里面碰到了布布布，布布布一般站在银行里面，他不站在门口的时候，他一般都是狼，然后他刚刚的发言还把我的身份往外透露出去，所以我一定会说布布布。嗯，好，那我就，那也有可能哎。好，我本来想做西哥，现在我想做布布，因为他没有听猴哥发言，猴哥都认到了。你啥身份啊，小白哥？没事没事没事，四个气泡可以说 C 哥狼面也很大，我有 C 哥使用手册。他今天现在最次是走一坏了、这个，朋友们，真的。如果对他那牛的话，是两坏一走，两坏一走的话，完事又走又，现在只剩一坏了，拿下。猴哥，参参。好，我铁好，十八人也铁坏，不可能。我相信你们都是好，成了，我铁好，我相信猴哥是好，我去找 C 哥了。成了，你还没人了，哎、十八小白哥，十八人。喂，朋友们，我被静音了。好，那下一位吧。戳 NPC。说实话，上把那个上把，我跟你们说，上把纷纷说完话，十八 Z 说完，我没有低身份，但是这个十八 Z， 我真的感觉他在低纷纷口的身份，纷纷口你自己好好想想，你的身份，还有十八 Z 上把说你的身份，他我感觉他在低你的身份过。哎，很迷茫啊，我。我是待得了啊，我，哎呦，发生什么了？哎，过了。我没办法，真没办法，步步发言爆炸了，我刚才都不知道该怎么给他圆了。我一直在递峰峰，峰峰应该是模仿，对不对？没办法，那峰峰到处他以为猪猪是狼，先去贴了猪猪，以为菠萝越想贴菠萝啊。对不对？那没办法，我也想开了，要不先出我吧，对不对？好吧，要不先出我啊，过了。那应该是出 C 哥的局吧？这峰峰真的好粘人啊，他刚刚一路粘着我去到饭堂。那他可能是应该不是呆呆鸟啊，我还以为他，那他应该是模仿被拒走的。那出谁呢？我想出 C 哥。嗯，过。下回呀、啊，这个模仿者马上要死的时候，记得点一下票 NPC 呀、啊。这一个没想到吧，小白哥上来就给我爆了一个嘎拿蛋啊！你现在说话吧，你直接把你麦打开吧，别装了，你已经憋不住了，全票打飞，开不开？还不开？行。憋不住了。OK， 好，那就全票打飞 C 哥，我不分票。C 哥微博怎么被封了？哎，看看，看看，他出现了，钓鱼呢？哦，哦 ，OK， 那我们出 C 哥，我不分票，然后下一轮出十八里。我们还有怎么样，对吧？怎么样？我一开始就品出来他是个狼了吧？我还说了十八阶伤，而且我还跟他给你出来，十八阶是隐身狼，因为他刚刚突然出现在我们的人群里。我不是隐身狼，我是卡了、我不是隐身狼。那我不管，我说你是隐身狼，你就是隐身狼。十八，你们乱开，我干掉波少，我缴械投降，我干掉波少，我缴械投降，我干掉波少。想得美，我现在要玩 NPC 了，牛的，好吧，说我的，说啊，再不说没机会了，要说什么？你说呀，
多说点，我没什么好说的，啊，问心无愧。谁你一出来就被哥们抿烂了，小B。王波龙，你有本事来换他，你有本事来换他，吓我一跳。有脾气你就来，王波罗。病气风嘛。哟，啊，老婆，缘分呐、啊！我真的太有缘了。拍紧拍紧，叮叮叮，直接拉铃，叮叮叮，看看谁拉的快。猴哥的手黄色鸭子出十八寨，想刀菠萝不可能，我正义的人是不允许你刀菠少的。过啊，过哦，没到我，对不起晨晨，没事，拿下，我说过了，菠少。好的好的，晨晨过，拿下，下一百斤算了。来个卡迪娜先，那啊，猪猪先，猪猪你来，报自己身份是吧？哎 ，C 哥一看就刺客啦，那就这样子吧，是不是？你们好人还有刀吗？那猴哥这么你们好人这么多的话，他为什么要直接拍零出我啊？对不对？如果场上是一狼一秃鹫的话，猎鹰也没用。OK, 猎鹰刀人有尸体的话，那好人还有刀吗？是不是？那上一轮那轰轰打死了也没有人聊，对不对？出我好人有刀吗？有刀吗？反正我躲起来了。你的意思是还剩下一个，你的意思是还剩下一个坏坏，是不是？那我们抱团就好了呀。哦，那也是四郎控粉了。说说为什么拿你猴哥？猴哥你是猎鹰吧？猴哥，猴哥，猴哥是猎鹰吧？猴哥，没错，我就是猎鹰。猴哥手速快，猴哥猎鹰吧。再见，安心走吧。再见。猎鹰没啥用、啊。这把我真是太牛了，太牛了，孙悟空，太牛了，我太牛了。坏了，走到死胡同了。走啊！不会被你给拽了吧，猴哥？你呀、啊，我本以为你出院了，我没想到啊。我就待在这儿。哦，来坐的跟我已经出院了，猴哥。我没想到你出不了院呢。我在人堆里。哎哎，七仔仔，七仔仔，七仔仔，小滑铲，让我看着了，黑不溜秋的，缴械投降吧，这里全是好人。哇！啊，我还以为猴哥真是猎鹰呢。我操，听一下猪猪怎么说吧，他脑子比我聪明。过猴哥这倒是爆啊，我是算了吧，下一把吧，不耽误大家时间了，编也编不出来个啥了。我靠了，我想去找链子的，找了半天我发现才是王波罗跟王纳西搁那小卖部对身份的。哎，过过过，出期待的过。哦，出期待的过。哎呀，不，能不能来个人给我讲一下为什么？不是说猴哥是猎鹰吗？他不是自爆了吗？他不是说算了下一把了吗？哎，波森，我上来啊，嘎了一个狼，对死了，我又拉铃，我又报警，我干的都好事啊，我猎鹰你也得留我，你嘎了个好，对死不对？哈哈哈哈。不懂，没听懂，还没听懂，为啥呢？为啥呢？你嘎了个白名，我以为你猎鹰呢，你嘎了个白名，啊、你猴哥。是工程师啊！哎，猴哥，我都没踩你，我以为你是。哎，那个不重要，不重要，反正赢了，反正赢了。房主把那个猪就打勾吧，没有鸽子，他鸽子好像出不来，好像卡 bug 了。啊、我写了一本房，我不使用手册。猴哥，你上来给我个白名，给我吧。我以为你猎鹰呢。不使用手册，2块钱一本。怎么给？怎么给？不使用手册和 NPC 齿轮玩家两个人加起来4块钱。我只能说，我会采取我的手段，猴哥。齿轮玩家，然后我这个红木头啊，跟 NPC 使用手册啊。
可以的，大哥，没问题。郭少有找到吗？心软了，说了呀，你从你说喝一杯开始，我就没有想过对你动手。不知道怎么给啊？先别说话，我问一下，怎么给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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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在说右上角的齿轮？齿轮玩家，玩家差不多了。然后有一个皇冠，然后你选一个。对，对对对，我给灿灿，你调下板子，我把鸽子固定了，鸽子去掉。朋友们，当红猪一会儿贴我的时候，就有事情要发生了，你们注意一点啊！朋友们，可以准备吗？我不会在游戏里报复。如果我死了，场上还有红猪，那你要在哪里报复？你要在生活中报复我。哈哈哈！你不会有来划我的车吧？多少准备？郭少，划，开始。